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哋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新马师曾祥哥嘅生平同演出作品。以下我哋会继续介绍新马师曾所拍过嘅电影。1953年，佛前灯照状元雄，识祖家俊。1953年，龙凤情长，识吴里人，余祥。1953年，摄青鬼，识马天祥。1953年，鬼妻，识程国元。1953年，一年一度燕归来，识李安宁。1953年，再恋负心人，识李少卿。1953年，无端端发达，识周平一。1954年，黄金万两，识林祥。1954年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识贾君干。1954年，金凤迎春，识刘福。1954年，患难夫妻，识阿昌。1954年，林黛玉魂归离恨天，识贾宝玉。1954年，蝴蝶夫人，识马远祥。1954年，香消十二美人楼，识魏鼎仪。1954年，大观园，识贾宝玉。1954年，娱乐升平，识张明佳。1955年，新马仔瓜棚遇鬼，识陈四。1955年，卖怪与龟山起祸，识田玉川。1955年，戏王之王，识光绪王。1955年，乞衣太子，识太子院，眨眼院。1955年，龙虎生歌戏凤凰，识马文龙。1955年，山东响马，识丹羽云。1955年，彩凤入谁家，识高峰。1955年，三婶玉堂春，识黄景龙。1955年，卧薪尝胆，识勾钱。1955年，歌唱郎归晚，识马国全。1956年，血染楚皇宫，识楚王。1956年，方唐镜三戏胭脂马，识方唐镜。1956年，王超君琵琶动汉王，识汉元帝。1956年，狂风暴雨钓寒梅，识苏雪流。1956年，炸癫纳福，识李福祥。1956年，肥瘦姻缘，识汪中。1956年，虎将夺王妃，识周士杰。1956年，旦家妹告皇帝，识乾隆王。1956年，梁鸿玉击鼓退金兵，识韩世忠。1956年，失辞甲万，识冯立明、冯慧文。1956年，碧玉簪，识黄玉林。1956年，荆轲刺秦王，识荆轲。1956年，吕布抢貂蝉，识吕布。1956年，孔明三戏周瑜，识周瑜。各位，关于祥哥嘅生平事迹同埋佢唱过嘅曲目，我哋今集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讲述祥哥嘅生平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看，唔好错过啊！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呢条片，就请大家俾个 like 我哋，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同时，请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，同埋记得揿埋个啷啷，咁我哋每次出片 ，YouTube 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哋。好，拜拜，我哋下一条片见。